木船是水乡农业文明的使者，它承载着时代变革精神，走进新天地。兴化竹红，自古家家户户造木船，穿透岁月的创造精神和智慧之光，把木船传承与变革之路照耀的闪亮。我们浙江的木船从民间时代先于就响应市场，木船呢是家族性的，代代相传。我们选用湖南省的湘南老人才为主操船，工艺呢比较复杂，从驯鹿、配鹿、通鹿、大麻，有70多种才能把这个船操船。他们传承古老工艺，也在自古相传的求索视线中不断升华着现代工匠的审美和志趣。从画舫、摇橹船到欧式木船、仿嘉兴红船，从水上到岸上，他们从水乡船文化的浓厚芳香里不断驶出新的风景线。从用呢，就像走出宇宙的不同的村，使用为手机优势，从优势当中着重的生产二D VR 体验里面。还根据日本动画片做出了儿童游乐体验的环境灵活。我们做的体验呢是小玩欧米高脚和中龙地区。创新的基因让竹红木船不断在现代文化生活的叶脉里穿行新视野，从水上体验闲适意趣的房船，到餐厅里感受水乡情调的餐饮船，从游戏体验船到影视道具，木船在现代文明里不断拥有新的文化存在。创新的基因让竹红木船不断在现代文化生活里闯出新境地。